三十岁以来。都怎么和好？谁先低头？争吵时，那肯定不用官方。什么官方？我们没有争吵。那是不可能。两个人相处，因为不同的原生家庭，你自然一见不合的时候，对我来说，实际上其实没有什么别的，就是我先面对，就简单。对，很多时候这样的嘛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个性很像。比如说很坚持，对不对？那你比如说你两方坚持之后，哪一方要示弱？当然有几个小方法。第一个就是说，要缓和对方的情绪的时候，很简单，你就倒了一杯温开水放在桌上，你也不用让他讲太多话，先让他喝下去，让他情绪稳定一点。好，那这时候你知道吗？就是拍拍他啊肩膀，摸摸他的头。我想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。当然还有其他方式，比如说有时候他很重视仪式感。所以呢，你就要特别去说话要算话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特别的节日，你势必就是要对他会有一些表示嘛。当然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样的什么大礼，就是他比较重视那个过程。所以有时候不高兴的时候啊，我们用这些方式。我觉得你有一招很厉害耶，他算是应该说比较具体的转移注意力，就是说，哎呦，你今天这样好好看哦，或是你今天这样很可爱，对，很可爱。怎么今天这么漂亮？然后我就会本来可能就是情绪有点不好或什么的，我就忘记了，因为我很喜欢听到人家夸奖我漂亮，知道吗？是怎么维持感情的热度？我觉得要很具细靡遗的感谢很重要。我每天早上起来都做早餐啊，然后在家所有的家事都是我在做。给我一点时间感谢嘛，你就先讲。我没有想热不热度啊，但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很真心的去感谢。譬如说碗洗的多干净，对，然后衣服就是不是他都用这招，所以他就不用洗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洗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跑过来说：“哇，你怎么洗碗这么帅？”对，回周就是你洗，永远是你洗。所以你看，他在用这一招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，其实生活热度应该是我在保持的吧？嗯，是吧？是吗？你在做，我在维持。有种上当的感觉。是什么让彼此有想结婚的念头？神奇的力量 ，magic。就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也比较重视心灵上，因为要相处，势必就有很多心灵上的交流。嗯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他了。但你看，很多时候两个人相处一定会有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。不过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这都小事。有些时候我们就互相体谅嘛，所以很自然而然我就觉得，我们应该是可以往这个结婚的方向来迈进。未来会想要有小孩吗？头痛呢？哦，对啊，这个问题，哎，我没有想过，就是我被戴上戒指之后，这个问题会被问成这样哎。以前当小姐的时候，会被问说什么时候要结婚，然后什么时候有对象，已经是会让人家深吸一口气的问题了。就没想到戴上戒指之后，问题更多哎。不知道被问了多少次，什么时候要有小朋友，计划什么时候，然后什么时候要验课，什么时候要在哪里拍婚纱，然后以后想要生几个小朋友，就是很多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问题，居然好像我现在得到了一张许可证，大家可以问我，原来这是许可证。这件事情呢，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啊，提供者在这里啊，麻烦请大家问，请主事者。其实这个问题未来的规划，因为我们都还现在还蛮享受两个人的生活、啊、对，总而言之就是顺其自然。这样很多人想知道、就是你以前当过模特？曾经当过模特、你有拍过内裤广告吗？内裤？对，肯定是有。我想看哦。可以吗？三十几年前吗？我不知道怎么找到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我们想一个难一点的条件，像八万哈，这个点阅率如果破八万，那肯定不会找出来的。
哎，你对我们观众都没有信心。好了，大家有听到哦，就是我们这一个影片的点阅数如果破80,000的话，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来找找看我老师的肉照。